这把剑叫做利超，我一出生父亲就铸造了此剑。这把剑是用三级灵兽夜魔虎的牙齿作为主料锻造而成，迄今为止跟了我八年。这就是我的灵剑，名字叫傲海吞天剑。只是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应该没关系吧。这就是王令师弟的灵剑，好小啊，就算是小朋友的灵剑都没有这么小的好吗？我倒是觉得看起来挺可爱的。什么？孙师妹喜欢这样的灵剑吗？正主，再这样下去就直接完结了。想到了。孙荣，用它吧，桃木剑是绝缘的。糟糕，前方就是死胡同了，抓紧。王师兄你好厉害啊，这么小的飞机竟然能载三个人。小雨的剑在吞噬唐剑泽和多门吹雪的灵力，及时吧，给我来多少个都是废物。好了吗？嗯。
各位知道，各位观众，陈超的铁头功表演